我叫穆长青，来自巴基斯坦，2017年来到中国。当时我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，三年时间在同学们的影响下，现在我能讲述许多中国红色故事，还在一些红色景点做实习讲解员。红色文化背后的精神让我备受鼓舞，我会将这种精神带回我的国家分享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一个叫新丝路红与情的项目，它是让中国青年与留学生通过日常交流了解红色文化，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。我觉得这特别有意义。现在我也成为了一名传播中国红色文化的志愿者，我和其他的留学生们会通过传播更多的中国红色故事，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。